考你们哦，粉红猪小妹佩佩的衣服是什么颜色？红色。那佩佩的老师是什么动物？羚羊。哇，你们都很厉害耶。那请问这个是什么？泥巴水坑。耶，你们真的很厉害耶，都考不倒你们。那是当然的咯，因为我们都有在看悠悠 TV， 对不对？跟你们说，今天呢，我们要到一个地方，平常都是在电视上面看到他们，但是呢，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两个，你们有没有很期待？有。那我们一起说出发 ，Go！ 走，首先去找他们喽。Kiwi 姐姐，你特地把我们带来高雄，到底要带我们去哪里啦？让我卖个关子，我们先在这个超大软垫游戏区放电一下吧。这里好大哦，而且在软垫上玩游戏很安全也很放心。嗯，可是 Kiwi 姐姐，你应该不是特地带我们来这里玩游戏的吧？当然不是啊，我要带你们进入粉红猪小妹的卡通世界。你们看，哇，这是佩佩的爸爸跟妈妈哎，还有雷贝卡、理查、康蒂和羚羊老师哦。 Kiwi 姐姐，我们真的来到佩佩的世界了。对呀，这里可以看到很多卡通里的场景，而且你还可以跟他们一起玩哦。诶，有泥巴水坑呢。嘿，我踩我踩，哇，好好玩哦。蔓越莓姐姐，我告诉你哦，后面还有更多好玩的地方哦。第一届粉红猪小妹跑步大赛准备开始咯。首先是选手们的介绍，第一位，跑进去吧，我来是花蔓越莓姐姐。第二位 ，Hello， 哦 ，Hello，Hello， 好，第三位，大家好，我是佳瑜，你好，你好，还有第四位选手。你好，哈西哟。OK， 接下来我要来问问看各位选手们，你们准备好了没？好了。准备好的话，我们就要比赛开始喽！预备 ，Go！ 怎么样？很酷吧？利用最新科技的互动投影，让我们可以代表卡通里面的角色参加一场跑步比赛哦。哈，我才第三名哦。不要灰心啦，蔓越莓姐姐，我们先来颁奖吧。恭喜今天的第三名就是我们的蔓越莓姐姐。耶，好开心哦。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二名品红。这个也好好玩哦。没错，这里的互动投影不仅可以挑战你的体力，还可以考验你的观察力，启发你的想象力，加强你的记忆力。我知道，这就叫做无感体验，对吧？蛮聪明的嘛，蔓越莓姐姐。那接下来我要带大家去找两位好朋友咯，你们猜到是谁了吗？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欢迎你们。可爱的佩佩，挥手，大家的好朋友。可爱的佩佩，有个弟弟乔治，来捏泥巴喽。一起捏泥巴，你捏一下，我捏一下，说故事，一起说故事。你说一句，我说一句，一起唱。可爱的宝贝。我们还开着佩佩猪爸爸的车，一起去别的地方玩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那我们出发喽 ，Go！ 哎，帮我放音乐。可爱的佩佩，大家的好朋友。可爱的佩佩，有个弟弟乔治。